把鸡蛋倒入开水中，瞬间变成一道快要失传的经典名菜，好看又好吃，真的太下饭了。下面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。准备五个鸡蛋放入盆中，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鸡蛋给它清洗干净。鸡蛋表面有大量的细菌和大肠杆菌，所以打之前我们要把鸡蛋清洗干净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把鸡蛋打入碗中，然后加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，再加入一勺白醋让鸡蛋更嫩，然后把鸡蛋搅散，再准备和鸡蛋液一样多的清水。我老婆饿了想吃面条，今天啊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。面条煮熟之后放入碗中，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，就这样给它拌一拌，充分的拌均匀，撒上一点白芝麻和葱花，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。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好了，把清水倒入锅中，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，然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，倒的时候不要太快，要慢慢的倒，让鸡蛋液稍微凝固一下，然后用铲子轻轻的推动，注意推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，炒的时候不要急，用小火慢慢炒，让鸡蛋慢慢凝固。把鸡蛋炒至完全凝固，用铲子分成小块，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装入盘中，淋入一勺生抽，再淋入半勺的小磨香油，再撒上一点葱花，美味即成。一盘非常美味的水炒蛋就做好了。这道菜有个特点，就是看着好像很普通，但吃起来却非常的好吃，所以吃了几十年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。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，吃起来真的太解馋了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。